慢点，哎，沙师傅，哎，让我们的人现在车上休息，好好好，哎，哎，这个炮在这儿，哎，这哎，哎，别先，你都上去，都上去，赶紧上去，那渡边班长说了，不能下来，危险，赶紧快上去，都在上面待着，不能下来啊，带好了。 下来喝点水，哎，沙师傅呢？沙师傅，没看着？没看着。哦，来，小心慢点。哎，啊，来，大伙去喝点水啊。沙师傅，沙师傅，来，够了，够了。沙师傅，上厕所去了。来来，喝点水，待会儿干活指着你呢。好好好。来来，哎，我这有杯子啊。我这有杯子。 来，把这轮子喝。喝完水以后干活呢。
班长，醒醒啊！班长，班长。山师傅，救我！单忠祥犹豫了，这个求他救命的是一个日本人，是霸占自己国家、杀害自己同胞的日本人，但是他又是自己的工友，平日里对自己不错，兴许他在日本也和自己一样有一个慈祥的老母亲。中国人不是个见死不救的民族，小时候母亲告诉自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话萦绕在他的脑子里。咱们的人呢？就咱们仨了，剩下的都跑克里那边去了。是啊，咱们怎么办？我家里还有老母亲，我得回去，你把他囚到我肩上，你们回不回去你们自己决定。来，